YouTuber 阿汉日前PO出影片《算命阿姨九天玄女之天女散花》，不但在短时间内爆红，许多艺人也争相模仿。防疫女神江永杰最近分享一段参加铁人赛的影片，快要跑到终点时，她就开始模仿起九天玄女的桥段，还PO文笑说儿子觉得她好丢脸，只好拼命跑。江露，800公尺，江露，600公尺，江露。影片曝光后，令大批网友全都笑翻，纷纷恭喜女神顺利降落，直呼她真的太可爱了。